知，当初是你师父带我上山学艺，在我面前学艺以前，细汉我父母私分，我就已经有一个未婚妻，名叫沈香啦。迄个时阵，阮年纪也够幼小，可算是两小无猜。那想着讲我未婚妻，与他一别以后，经过十三年了，十三年啦，毋捌看过伊。如今接到我功夫，挥甲唐宗，卸甲严兵，插兵出乱，军师重重毒死。爱我回转，甲伊斗三工。想着将军会当看到我未婚妻，十三年了，毋知伊心啊，到底是变成啥款？满怀希望，大步紧行来去。